反正就写个 M 代替就是了。M， 因为 title 是 whom 嘛，就写个 M， 就是就代替了。title 是 M。对，就是在第六章，你翻到第六章，就可以看见了四焦。我已经烧焦了。焦头烂额了。
Tawa usho jarwa ayros. Namen manarasho yatlo yatlo amaranan ayros. Ah, Wow，听你们一样，是吧？棒棒棒！好，动词 manara 是什么教？主教。好，是什么情境？manara，ma。 然后呢，慢，慢还是慢？这个要跟他等一下想。昂，有来了。拉拉，买呀。沙拉。哎，所以它是慢。对，那么一大恩。对，记得里面。好。嗯哼。好，除了这个拉拉的动词以外，还有没有？ 别的东西，好像没有了哈，没有了。他没有，就讲他的妈妈让门，妈妈没有了。好，对。他没有，下一题，下一题。他们，你们去过他的学校吗？他们，你们依然来到，比巴巴干呢？好，好，不一样词。 不一样，一样。动词去。你妈咪。好。对，什么教？嗯，你妈咪。光是看妈咪什么教？妈咪。哦，主教。对，主教。所以过去式。对。你讲的妈妈。妈。 对，这个对，所以两个前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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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是过去式，过去式的，对，很好。下一题，日落了吗？你怎么讲？不晓得，西安娜说明。 还有就是，你什么的，哎，你们什么的，我比较常听，你什么的，但是那你莫说，哎哎，你什么的就是进去了，进去了，你莫说下来，就是落山了，下山的意思了。你什么的是进去了，这个应该我会，就是有一点类似沿着什么山落下的意思了，但是。 可能有点要用这个比较好的，你什么的锅肉？嗯，你什么？大部分老人家都是讲，原来你什么的锅肉？哎，对，啊，不然说，原来你什么的锅肉？你是什么？你是你，你不说，你下去，下山，下去，下去，你用你的动词啊，你没说，对，反正你没说，你什么的？ 这比较常讲，你什么的瓦肉，你莫说瓦肉。对，像我们在山上的时候讲这句话，原来你莫说瓦肉当然的，在家里的时候，哎，原来你莫说的瓦肉，啊妈呀，说瓦肉的哪里？对，下山，一个是下山，对对，就是那个你莫说就是下山了，你什么的就是日落，对，对，所以它这个你什么的它比较。 贴切，贴切一些哈。那你莫说，是下山的，哎，指日落了，日落。那你用这个的话，你哪一个是你的？你什么的不然那瓦肉？那你什么的？你莫说不然那瓦肉？其实差不多了，一样的意思，所以你什么的？你什么的？No，分析你的动词这些吗？对吗？ 莫说，你莫说，你。嗯。莫说，莫。莫。么。是主教。莫说。莫说。我说的是么？这是什么教？主教。对对，好。 然后
是日落轮. 你看前面那个, 前面吗? 对不对? 前面是, 过去式吗? 过去式. 你没收. 对, 那个没就是过吗? 对, 没收. 它的意思, 对。 然后被消掉了吧? 对, 没收. 没收, 对。 没收. 好。 是日落轮. 亚娜，你们说话了吧？ 一样的。 好，你说标准有问题了吗？ 是的。 对，下一题。 是的。 你什么都别说。 那你什么的什么是什么标？ 什么的？ 你什么的？ 好，么么，你是主教。 对，那是什么词缀呀？ 嗯，对。你再想一会儿，你看脑袋不清楚，很清楚。好，你想，你在河边看到什么？看到了什么？ 이공오모니마치다로요. 마치다. 니마치다. 모니마치다. 니마치다. 主教这个就有一点不太，这个就要特别了，这是一个特别的，要放在这里，这里就是跟能力有关的。 这一样是受教，可是跟能力有关，啊，所以这个是跟其他不一样的 ，M 一律都是主教，只有这个妈是不一样的，这个妈是不一样的，啊，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也是你们语言的特色。妈吉达，你看得见吗？这个看得见是有能力的，所以只有那个特别不一样的。 而且就是一定都是主教，那个妈都是受教，有能力的。对，只有这些妈呀，什么是都是主教，但这个有能力。有妈呀，在那里有好几妈，至少三四妈了，很多妈的，妈都可以讲，是真的有很多妈了。那这个妈要特别注意。 这个妈巴基达的这种妈，巴基达的妈，对，当然不只是马基达，还有其他相关的。马巴恩不是吧？那是名士。马巴恩是这里的，这里的。哎，现在是我们有这个是突然出现了。马古隆，马古隆，对，是这个，对不对？那有姑马古隆是吗？对，对了，所以只要什么嗯，后面这个妈妈要和嗯嗯的，就是。 如果而且跟能力有关的，要跟能力有关呢。马古隆后面是嗯的音呢，嗯，古隆嗯，古隆马古隆，如果注要要跟它分什么意思？古隆就是装，嗯，啊，装得下去，装得进去，是不是？对，装得进去就是一种能力嘛。像中文的什么的，对不对？装得进，看得见，这个什么的什么的。 就是那个妈，对，买得到，吃得下，这个妈受试教的，要能力。你看，到目前为止，除了这个以外，全都是主教。对，所以我才没有说把话给说死，也不敢说死，因为这个会跑出来。 就不能说M 一律都是主教，因为有一个不是。所以马吉大是一个有能力的受教，对，哇，已经进阶版了，就是进阶了。你妈活动，所以这个妈是啥？妈是吉大。 对，妈是那个受教能力。
多螃蟹，河边有很多螃蟹。嗯，一直重复。雅鲁啊，雅鲁，阿鲁啊，对你，很多螃蟹，阿鲁啊，对你，雅鲁对你都有。对，这里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胶，对不对？烧焦阿鲁那个，只是它，你们这个阿鲁没有用胶，没有用什么胶的表示。来，下一题，你有八。你有八件衣服，我有七件衣服，我们共有十五件衣服。我的天！呀，哇，我 I have more。啊。呀，巴比多，我 I have go。呀，比多。对。呀，巴比，呀，比多，我 I have go。嗯。呀，梅洛布丹，呀，里马索伊加瓦，我 I have da。嗯。很好。那你怎么差不多一样差不多了。现在请看梅洛夫，梅洛夫，梅洛夫，洛夫，对，是所以梅，这是什么胶啊？主胶，对，很好。下一题，下一题。那我们客家人，我只好用五定了。那个客家人在哪里种的橘子呢？罗吉诺沃，那你木完说巴拉吉诺诺爱爱呀，一样啊，只是我们的动词用的不一样。对呀，是你木完，他是你比木完。哎，那你比木完，那你木完。他就是，他是拿了哪去哪里种，拿了什么东西去哪里种，啊，我是在什么地方种的，种了橘子，对，所以要是在什么地方种的橘子，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这边在哪里种的橘子，对 ，Rogino 是在哪里，什么地方，我那尼姆万，你种在哪里？把橘子种在哪里？橘子说巴拉吉诺，那个橘子诺奶奶那个客家人啊，对，他是尼姆万，也是尼比姆万，对，那尼姆万说，这是已经过去式了，他已经种了，对，那尼比姆万好像正在要，我的重点是在种橘子的地方，你的重点是那个橘子拿去那个地方种的意思。罗阿金，我那尼姆万说巴拉吉诺弄埃那呀，就是他已经种了，我在问那个客家人把橘子种在哪里了。那尼姆万，罗阿金，我那尼比姆万说巴拉吉诺啊，巴拉吉诺弄啊，对不起，又被你抓包了。接单的啊，巴拉吉诺古诺爱。好在我可以硬凹是 A G K 变 K 了。硬凹，真的吗？对呀，没错没错，一走啊，我都喜欢叫昂，不是，是那个那，哦，一走，那个可以吗？昂。对啊，为什么那两个字放在同一个句子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它是用一模万嘛？对。你来先演绎一下，我来把我的那个词典，我们来看看你的词典上是怎么样。看看木啊，木啊。你是用你比万还是你比万？你母万，那个你比万是已经不是这个，你母万下，你母万下，你母万，对，你母万，说把它起来，那你比母万，这个也是啦，就是那你比母万，只是。
只是这个已经过去式了，所以呢，你那个 be 应该也不然呢。它这边有跟 moi 有关系的。啊，卡卡，我刚跟奶奶那，你讲，成，那你，你 be 母完，啊，你母完，就是曾经那个，那个曾经。没有了，其实你的曾经其实就是这个。你了。对。对了，他的是这个吗？母完。母完。哎，他安完。他有个母，但是他的对转在什么地方了？它是这个，对，我好像只是，啊，我是用这个，母岸，母啊，母岸，母岸，它是这个，又这个，对，种植处，啊，一样，然后，这花我要种哪里？所以用这个，它进入母岸都是啊，都是，嗯，这个，对，那你的 B 母岸在这里，嗯，要加嗯这个。大它并化种植，种植，是用这个并不问，没有地方可以种花，看来你们两个都对，是两个放在同一个是一模一样，对，没有错，但是我是说这个意思。对 ，B 跟对我是在找那里多了一个 B， 对，我是在找你，因为它其实这个是你同样有都是地方，一个是 moa， 一个是一个是 B moa， 对对，对对 你 B moa， 这个你 moa 说，你 B moa， 这个老师这个 moa 是不是得是你 moa 啊？你咪摸啊，这个是咪摸啊，对，所以是一样的意思。对，咪摸啊，咪摸啊，是从跟那个咪摸啊是有相对应的。嗯，哎，然后后面都是处所，然后所以也可以说它的语根是咪摸啊，也可以说它的语根是摸啊，对。对就解决了，你们两个都可以的，都一样的。所以放在同一个句子，一点都没有差别了。对，对，那用你的也可以的，一样的。好，刚才你的是 Nimuan， 对不对 ？Nimuan， 好，请你告诉我 Nimuan 是什么胶啊？主胶，对。你看 Nimuan， 哎，后面有一个。母，你看它这个吗？母腕，你的动词里面有母腕。母腕，母，母腕，母腕，岸，所以是岸。对，岸是在你的叫什么？那个什么叫触礁？对，母腕就是种的地方啊，所以它是触所。对。所以词根就是母啊，对不对？母啊，哎，好，有一个是左交。然后在庭院里，像那个客家人在庭院里种了橘子。Do in our road， in our road 是我们庭院。Do in our road， 我那你母完手把它剪了。No， 哎呀呀！刚才动词什么没听见？你母岸哦，你母岸一样一样，你母岸。In our room， 跟前面就 in our room， 它只是在 in our room 啊。我那你母岸书法拉起了，我那样，我也爱一朵。嗯，好，一样的。下一个是对。Do in our room， 大，他们的庭院呢？可以讲 re now root 的，那个但是像是他们的，像是 that 对。呀，你明我，我买来一朵朵 ，re now root。怎么说呢？你比较喜欢用明我、比我啊？他比较喜欢就是我，我 ，re now root。嗯，我是按照那个说。
是这样形容的。那个客家人，啊哈，我爱爱度。对呀、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喜欢用你母啊，或者是你母啊。啊哈，他喜欢用就是母啊，他喜欢用母啊。啊，所以这个一样的，一样的。你跟什么是什么教？主家，住，出家，对，出家怎么主家？出家了，出家了，出家了，下一题，舅妈啊、哦，我这个头痛了。舅妈使他儿子答应见哪个小姐？哎呦，妹。你班级你干咪难我阿那那阿马拉给阿杨诺文说他记得那说阿巴克上哎呦好笑我刚刚一直我来谢谢看谢谢看谢你讲的好谢谢看再一次我想一下这一句话应该不用舅妈表示说有一个人在讲这个、哎、有三个人啊这里有三个人啊对舅妈还有儿子还有那个小姐舅妈是他的儿子对所以他的儿子要答应见那个小姐很难啊！这黄老师给的这个例子，这个可能是他们的族人提供的那个，我相信黄老师不会说这样子的国语句子吧？还是他为了要那个句子的为了要的句子句型，他要那个句型，能不能有吧？我这个表现的是我跟舅妈的关系。哦，你是用你第一人称来看这个，来解释这个吗？啊、不然你没办法这个我没办法这个把它翻译出来、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讲是这样如果我要讲没有班级你干嘛呢他你班级你干嘛呢我拿不拿呀不明白什么吧可是我认识吗可不可以把他写的你说过你刚刚讲的句子的那个，你班级你干咪呢？你班级，你按照他说的。好好。来，再念一下你班级，然后怎么样？你班级你干咪呢？你干咪呢？我拉不呢。怎样？但没多没大说嘛，是小姐。哈哈哈哈哈！呀，你呀，亚妹吗？那，不是亚妹，因为她不要去，答应。亚姆罗问是那个其他什么吧？对，亚姆罗，你讲。你班级你干咪难我阿那不那？亚姆罗问，亚姆罗问。Yamnoon 是什么 ？Yamnoon， 说卡吉丹娜说，是吗？来班级，你干咪呢？罗阿那不呢？
我拿给多米达。这个是我们的哈。对，乌。对，就安娜达，然后呢，乌怎么样？乌见人小姐啊，要啊，因为你那一般建议跟那乌安娜达安娜达乌见小姐。我那看我们说。下面都没得是小姐，我有我男孩都会说，是那吗？你要改吗？刚刚是谁？搞不清前面是。我听他在讲说，我男孩都一下，你看我又变了。我们用他上面那个，你用这个好了。舅妈告诉他的儿子，罗安娜，乌鸦，乌怎么样？答应嘛，那他要答应。对 ，Yam no wen， Yam no wen 说，那该多米大叔小姐。这是什么？如果那那五呀，哎呦，谢谢。姐，现在休息了是不是啊？还没有啊，三姐呢？还没有，还有什么？我先打给你们。不要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没有。谢谢。这个还在录影当中，我们没有吃吃喝喝。谢谢，棒了，谢谢。我们自己来，没关系。说，说什么？莫斯尼。说，赶紧的。有些坏坏的句子，到后来就觉得那个字都好奇怪。不是你，不是只有你，我自己都会觉得这样子。这个句子本身我看了也很奇怪啊，中文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舅妈是他儿子大原住民的国语，这不叫什么？好像他儿子扭扭捏捏的，不想见那个小姐，然后舅妈还抢住了那个叫儿子，就抢住了叫儿子。早上不是有那个去见那个小姐就好了吧？那个什么，那个老人的孩，那个房子没有被那个儿子拍卖掉，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哎，我现在知道，我都佩服没有用我们自己的话，舅妈叫儿子去见那个小姐。这样讲，用那个达悟，用主语翻译比较好。那一般经你，你看不能读完了，来，你读一下是吧？那是吗？对，可是他现在是要那个儿子被那个舅妈强迫的，说好吧，好吧，叫儿子，他答应，还要答应哦。是他叫着儿子，然后儿子要答应去见。我觉得，你看，他特别标示那个。是那个他儿子，那个很粗体呢。是啊，所以要标示那个词跟答应。他要问呢是有，但是在句子里面就很难表达。啊、哦，阿标是允许的意思了。对，也可以做答应。对 ，I'm no one 答应 ，no one，I'm no one，I'm no one， 是这个都可以变成。I'm no one 是那个是答应的意思，对 ，I'm no one， 嗯，就是 I'm yes 嘛，就是 I'm yes， I'm no one 对 ，I'm no yes， 哦，好棒哦，答应才是这个字 ，I'm no one， 这个我们也会有猪猫顾嘛哈，对呀，照顾的意思啦，你喝酒，你喝酒，对不对？这里有 I'm yes。你允许吗？不是你答应吗？I'm no one 是，
点头，好，可以，可以，答应可以。阿彪也是，我阿彪可以啊。那老师，那我觉得他可能是说舅妈，要他的儿子允许，我们这样好了，舅妈允许他的儿子见那个小姐。舅妈允许他的儿子见那个小姐，我们改一下。嗯，这样可不可以？阿比亚问会出来。对，是啊。因为王老师要的是阿比亚问。啊，妈，这个就是妈妈大伯，那个就是相亲呢。
我这边写不太一样。哎，怎么样？娘干。有啊，我有娘干啊。可是我写，家娘干。对，你是把那个家娘干是连在一起了。对对对。对吧？好，那你来。家娘干。娘干，对，娘干。先看它的字根。字根。先阿干，干，对，阿干，阿干，对不对？干，干，好，那然后呢？是你嘛？对，那个是原来是你的，对，对。我写你阿干，对，他已经被同化了，他写你了，你写歪，你歪掉，歪他你了，你歪掉了，他你了，我慢慢被同化了，哎，好，对呀、啊，你让。你让你看你阿干，还是对你干好，那记不记得这个是，如果不要你的话，是这个对不对？嗯呢，对对不对？交对，还记得如果有 n 有 ni 在前面的时候，这个会不见，所以后面就 n。就不用再加，但是你要自己知道那个是为什么要把它写成受教。对，所以你的话这个就没了，你的话后面就 n 就没了。对，你的这个不是这是专用，像这样子写才对。没有了，我只说这个这些是我的意思到这个。对，对，对，我这个对吧？这个对了，哦，这就对了。哦，对对对，歪来歪去的。现在，所以是受教啊，那个你呀，你阿干是受教。下面一题。先别浪费我的钱。지목비보아가오늘비고비보아가是浪费。你的보아是 B N P 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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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 B 可 P 的 P 哦 ，A 它的 P， 哈哈哈 ，B 瓜嘎 ，B B 瓜嘎是这样子 ，B P I P O A K A， P I V O A， 它的这个是符号呢，哦 ，V 呀 ，V I P O， 哦 ，B 瓜，对 ，B 嘎 ，OK，B 瓜。好，那因为是 G 对不对？对 ，G。寂寞，哎，对，因为是 G 放在前面的话，后面是 R， 所以可见的是从哪里来的？它会变成什么？对，寂寞，对，对，对，受教，对，好棒啊！对，好，最后一题了吧？哎，对，还有两个字，两句。哎，您的弟弟在睡觉吗？야믿고시와림원。好，什么教？什么什么教？主教，主教，前缀是什么？미。对对对。最后，不，他在读书，不跟。呀咪咪浪书房共啊咪咪浪对浪对对对对对对什么教助教对助教答对了100分要休息好就不用那个很不用管了不用管了。